新专辑应该是会在年底的时候，因为我现在陆续在写歌，所以一有空档，希望你们期待一下，我们明年的新专辑一月就要出了。你说了，明年一月份吗？对，这是一个谣传。这是一个谣传。你不要让歌迷朋友等太久，我的新专辑今年就发行了。因为年底会唱新歌嘛，所以在年底之前肯定新专辑是会出的。对，期待你的新专辑。不要太期待啊、哦！不要太期待。谢谢三位，慢慢来。新专辑什么时候？希望你现在已经其实。弄了五首了，哦，当然是要加上次的两首单曲，加起来五首，对，对，对。你十月就要开唱，这样新专辑进度来得及吗？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很多粉丝们啊，都非常期待啊你的作品，听说是已经在酝酿的一段时间啊。哎，问到重点了，对，正在写当中，正在找灵感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那出去玩啊，其实不是，是找灵感。因为太久没出专辑了，其实歌迷很期待，我也很期待。啊，并不是说我不出专辑，只是目前我都在玩，我都在玩，我都在玩。之后我的唱片，哎，终于要出来那种感觉。对，虽然说唱片还早哈。是。要写歌是很快的事情，对我来说。只是要不要而已。只是要不要而已。